带着呢。哦，纸巾带着啦。大家好，我是米酒妈妈。这会儿打算带小米酒出去转一圈。对，钥匙也带着。你是去坐摇摇车呢，还是去接爸爸呀？坐摇摇车。坐摇摇车啊，那走吧。好，自己拿好了啊，我们走吧。太重了。太重了？哎，那我来拿吧。妈妈太重了。妈妈太重了，没事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穿好了没有？穿好呢。好。开门。下来啦。累死了，抱着你啊，走吧。不动了。对呀，抱不动了，你把车都要推到菜园子里去了。那你回去吧。对的。那你为什么这样呢？你看见个人就藏起来。好怕。对呀，你不用害怕，妈妈在你旁边。保护你。对，保护你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家小米酒现在胆太小了，看见个人就躲了，我都不想带他出来，但是这样吧，越是这样还越是要带出来。那你看见小朋友，你敢不敢跟人家玩呀？不敢。不敢啊？不敢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元宝多乖啊。我们到了这个小公园了。是不是啊？要不要去玩？姐姐。对，姐姐，那你下来吧。要不要去玩呀？你先下来跟小姐姐玩一会儿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为什么？跟小朋友玩一会儿，你小心不要撞到腿啊。这出来还要牵着我的手，生怕我跑了。对的。对呀，你去跟人家小宝宝玩嘛，好不好？你不玩这个了？不玩这个，这大人玩的。宝宝玩的。你还凶呢，大人玩的。宝宝玩的。凶的不行，我去跟小宝宝玩了。宝宝玩了。没有安全感呀，不是抓着我的手，就是抓着我的衣服。坐车车上，我们去坐摇摇车了。这是大人玩的。大人玩的，宝宝抱的。大人玩的，宝宝抱的。大人玩的，宝宝抱的。宝宝玩会撞到腿的。撞到裤子的。撞到裤子的，对的呀。好，下来吧，去小米酒跟小姐姐玩吧，去吧。人家走了，他又去了，人家一去他又跑了。去跟姐姐一块玩嘛，没事的，会撞到的，会撞到的，不能摇，不能摇。对，不能摇。妈妈，不能摇，我在床上。哥哥。哦，哥哥呀，大哥哥是吧？那小孩子都喜欢跟比他大的一起玩。你看这不好意思，咋好呢？这自己转，摔跤了？哪儿摔跤了嘛？你不扶着我的吗？弟弟，再见呐！弟弟，嘿嘿嘿，你竟然不知道。你看我们家面无表情，你看姐姐跟他玩，他面无表情。看看这，啊，非得牵着手。跟姐姐一块玩，对，跟姐姐一人坐一个。哎，对了，慢点摇啊，姐姐非要跟她坐一个。还去不去坐摇摇车啦？去不去啦？不去啦，又不坐摇摇车啦。妈妈坐摇摇车。不坐摇摇车啦。放工。对，放学了，学校放学了。好多哥哥姐姐是不是啊？你跟他们打招呼，你说 hello， 你好。老师说话。对，老师说话。上学呀。对，你以后长大了也要上学的，要读书，
上学。考北大。对了，一会儿功夫孩子都走光了，摇摇车也不坐了，爸爸也不接了，那我们就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天快黑了。对呀，天快黑啦。出去逗妞妞。蜻蜓。蜻蜓，对呀，你看人家小朋友都回家啦，天快黑了，都回家啦。我们也回家吧，好不好？以后我要给他多带出来，有点胆小，出来看见人都不敢跟人家玩。这几天还天天给他带出来呢，不是早上就是下午，反正还玩时间挺长的。对呀、啊。走，我们也去坐车回家了。